郭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原来你都是在骗我。我骗你什么？你给我发了这么多信息，说你在等电话，结果你已经到了。我坐道具车来的。那你为什么先到了？你在道具车得先到啊。哦，是吗？啊，你真坐道具车来？对啊，我和凯哥我们俩怎么回事？谁第一个打的？我呀。那我只有一个电话的机会啊。你打的嘴，你打给谁了？我打给了一位老人。 对，一位老人，咱俩别再互相。高龄了，目前跑男最高龄的老人，没毛病，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我大哥打给了我们唯一的女性，为什么呢？怜香惜玉啊！你说穿这么美，穿的这么好，坐着板车或者拖拉机过来，你说是不是？那 baby 呢？我也是，为了颜值。 照顾新人，这个没毛病吧？你什么和这个？等一下，这里有一点毛病。你说年龄啊什么的，我可以理解。颜值我输在哪里了？站一起，站一起，站一起！你输在了你的肚子上。好，我们不比颜值，可能输就输在这盘儿。猪头肉谁了？猪头肉谁？我颜值上可以承认，坤坤。 没毛病吗？但是在气质这个方面，我们一直是拿捏的死死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我瘦过，你胖过吗？其实我胖过，你去网上搜蔡徐坤几场胖，你能搜到很胖。是吗？最胖有到过多少？就大概140左右。140左右叫胖啊？凯哥，你多重啊？他现在165。 没有，164和165有什么区别？各位成员，大家好，全新一季的《奔跑吧》就要正式开始录制了，再次欢迎大家。好，我们这一季呢还有三位新成员，沙哥、坤儿和麒麟，我们也再次欢迎三位。欢迎沙锅菜。我们官宣之后呢，网友已经给你们起名字了，沙锅菜已经给你们起好了。好嘞。 但我们也有了新名字，什么叫沙尘暴、沙溢、李晨、小猎豹、沙尘暴？哦，对哦，我是混搭，哪边都能搭得上。<笑><笑>那我们六位成员呢，已经集结完毕了。但是我们这一季呢，除了你们六位之外，还有两位成员。嗯，对，卢克斯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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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现场的吗？Hello， 能看见吗？看得见吗？哎，雨琪，你好像胖了一点啊！你瞎说！太会聊了，哎！你以为人人都像你啊？是吗？我看谁都胖了一点。我今天笑的，我真的笑的。我刚刚看到你们走进来的时候，我有那个很想，就有那个冲动想跑进去，在你们旁边。雨琪，卢卡斯，我记得不？你沙哥沙溢哥。那个爬高翻不了跟头那啥哥。爬高翻不了，跑也跑不动。 年事已高的一个老人，哎，沙哥，你年龄大还是陈叔叔年龄大？那你从颜值上你看呢？也就差不多吧。新的夕阳红。实话了，对，来介绍下一位吧。